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在我今晚要入住的民宿了哦，想说今天晚上带你们来参观一下，我今晚要住哪里了？我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呢？刚刚我已经有先进去看过了，现在带你们来看看哦。你们看一下，这是入口进来的交易厅。感觉这个环境还不错哎，它这边有琉璃台、饮水机，然后这边还有茶可以让我们泡，而且它给我们泡茶是骊山茶哎，哎呦，因为我本身是个很喜欢喝茶的人啊，那现在带你们去看看我的房间吧。这边一个晚上862元，我觉得这个价格算可以呢。那等一下我准备休息一下了，休息起来再去附近的夜市吃点东西好了。因为我来到高雄，我还是很想要吃一下在地的小吃嘞。反正先睡一下吧。然后今天来到这边，我想要吃点在地味啊。可是不管怎么走，好像都是随处可见的连锁店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了高雄古山这里哦，就想说想要找一点想吃的东西，找一找就跑来这里了。觉得这锅烧意面吗？哦，有菜单吗？哦，我要个意面加大加面呢、加面，嗯，好的。哎、欸，我要沙茶。嗯、欸，好。吃完台姐。哎、欸，哦哦，好哦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边吃。好好，谢谢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来到南部就是要吃锅烧意面了。先来喝喝看汤头。整体来说，汤头十分的清甜呢，然后里面充满着满满的意面香味啊。哇，在这种微凉的夜晚吃了这碗锅烧意面，感觉极度的浪漫呢。然后刚刚老板他有推荐他的朝天椒，我们来加一点试试看吧。
加这么一点朝天椒，整碗面突然变得有一点微辣起来。这种微微的辣感觉吃起来很舒服哎。我觉得我们再加一点辣椒好了，这个辣还蛮好吃的。这个辣十分的温和啊，OK， 各位，我们已经吃完了啦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吧。不好意思，谢谢啦。哇，各位啊，好满足啊！对于一个好吃的汤面，我们最大的认可就是。把所有东西包含汤全部吃光光，太满足了。那我们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偷刀，我现在来到了高雄的上滨钓虾场哦。虽然说我刚刚进去看了一下，里面钓客才两位而已。可是他这边特别的是，如果开单人数低于两个人，他每两个小时才放一次虾。不过不知道等一下钓况会是如何啦，我们就进去体验看看吧。哦，看我他放虾嘞。说各位啊，我刚刚已经准备好钓组了哦。今天我会玩天平钓组，然后搭配虾米还有豆饵三代的钓饵啦。今天店家他有提供两种计费方式，一种是直接买三个小时是500元，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用计时的方式，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算呢。那等一下我们就用计时的方式好了，我们再看看今天钓况到底会是如何吧。只要开单是直接跟门开吗？等一下，你先告诉我问哪边。哦，好啊，哦，谢谢。各位啊，是说他这边是你先做掉后，他才会帮你开单呢。我想这就是说南北最大不一样的方式了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简单解说一下，影片中这个是浮标，如果水盖过粉红色的点点，代表有虾子的。哦，有粉红色的那颗终于沉下去了，那我们直接开枪吧。有，安安，开壶了啊，各位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第一只虾是正吃的哎。23号、23号，您的时间已到，请到柜台交单或续单，谢谢。Oh my god， 两个小时才放一次虾的状况要来了。你不要沉下去了，不许。
安安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呜、哦、哇！哎，各位，嗯，这只虾子也是正吃的哎。各位啊，我觉得我们今天钓一个小时就好了。OK 啦，吼吼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来算一下，我们今天钓一个小时220元的钓虾场，有几只虾吧？一、二、五。我们今天钓一个小时，总共有5只虾啦。那一样，今天用台斤秤来称一下有多重哦。哎，手秤它没有固定住哎，不过它停在5两了，那应该就是5两了。那等一下我们把这些虾子料理料理，再回去配酒吃吧。现在我已经回到今天下榻的民宿了，在回来路上我顺路去带了一碗锅烧意面。在这之前哦，我必须先用这个台虎 9.9% 的啤酒敬你们，我真的是要给南部人 respect。在北部钓虾场，一个钓虾场，如果你开单不放虾的话，它一定会被靠北。但是我今天遇到状况是说，我今天开单钓虾，它并没有放虾给我钓，所以我当时钓的虾量都是其他钓客留下来的。哇，这个感觉好硬哦！所以后来我就钓一个小时体验一下。下港的朋友。敬你们呢、啊！哇，这个啤酒感觉真美妙啊！喝下去有浓浓的蔓越莓，还有柠檬汁的香味，在你嘴巴里散开来。是说今天外带这个锅烧意面的时候啊，它现场有一个辣椒酱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所以我给它捞了2大匙辣酱回来了。虽然说这个锅烧意面整体并没有太惊艳，可是能在这个时间吃到，我觉得就很棒。今天在虾场，我有去装了他们的特制酱油啊。这个酱油里面有葱有蒜的感觉，好香哦！那我们来剥一只虾吃吃看吧。第一只虾剥开了就红宝石哎，哦，我觉得能在蘸酱里面吃到青葱的口感，整个就可以蘸了。
欸，这碗锅烧意面里面竟然也有虾子哎！今天我们把第二个小时钓虾的费用180元省下来买吃的，有啤酒跟锅烧意面，还有零钱找，真棒啊！吃完了，你们也是喜欢吃锅烧意面的人吗？请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啊。那等一下我准备去休息了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